我觉得你现在有点开心，因为很多人会想要请我吃饭吧，就赌这50块 ，OK？ 来，试试，起驾到，通通给我闪开，先放上去，那个，你就撒一点上去。啊，你人很好哎、欸，可是他有男朋友，是不是很正？没有男朋友，我钱包在。你分手了吗？我分手了，可以问一下分手原因吗？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。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菜。其实今天我不知道干嘛哎，我一早就被叫来，然后我就跟这两个人坐在这边。请问今天是要干什么？我吃啊，要干嘛？我想了一个企划，叫做“这周怎么活”。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我最近都没有出什么空间影片吗？因为我除了游戏那边很忙以外呢，就是他们一天到晚在给我想一些奇怪的企划，好吧？逆来顺受。每一餐都要吃水果，每一周啊的每一天都要走10000步以上。你的一周啊，每一天只能吃素食。每一天只能吃素食，好扛，只能吃素食，很难呢。这我会死掉。餐费只有300块可以花。我好像可以耶，可我一天只吃一餐。哪有可能让你这么好过？你每一天都不能睡自己家。有没有现场男性可以？每一天都要只能穿同一个颜色的衣服。那可以不穿衣服吗？不穿衣服是算的吗？算肉色，但我们怎么拍？我到底抽到什么呢？噔！一周300餐费，完了！我好像可以耶，帮我一天只吃一餐啊。这礼拜的任务是阿菜要挑战一个礼拜只有300块的餐费，我们只给你300块，我们就给你300，你怎么用？你想让它变多，我也不管。所以意思说我可以其实拿它去跟人家刮掉，来啦，那怎样？然后蹦，然后直接变600。如果你有本事 ，OK 了。然后600蹦，1200吃大餐。那大家到底是在干嘛工作的、啊？300可以变600，变1200，我还工作、啊？你可以吗？我可以变，我就不工作了，我还专门跟你们拍影片。我觉得公司请了你们两个就是两个字啊，大众计。你可以给我什么意见吗？今天不是抽到我，就是两个字，太舒服。真的3个字，找我吗？哦，他妈最喜欢买东西给我吃，然后我再叫你去帮我拿。哦，哦，有料哎，大众计。这不是我吧？这次在告诉你说你好菜、啊。7月4号的1点半，5天就好了，8号好不好？我们到7月8号。傻巴扣来，谢喽。先来打个电话，应该要先找谁好啊？打给妮妮啊。打给妮妮。哎，对耶，阿妈在台北耶，啊，叫阿妈煮饭呐。Hello，Hello 你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在拍影片。然后呢，我跟你说，我抽中一个一周计划，就是一周餐费只能300块。OK 啊，那来我家吃。这么好，阿妈在吗？对啊，阿妈刚也当猪本猴阿架，哎三啊，那我早一天去你家吃饭，叫阿妈爱传卡切超哎，没问题。OK OK， 搞定， okay. 拜拜。哎，你直接这样子过一餐呢，而且可以带便当，还可以带便当。哎，不错吧？帮我计谋讲出来了。那我要叫阿妈帮我做一个，好歹也做一个便当吧。我觉得你现在有点开心，因为很多人会想要请我吃饭吧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不信我再打一个。不要不要不要再打了，我觉得我们的计划就变成谁来请我吃，然后300块完全没有动到。我这把这300块，妈的，直接变600块，变1200块。到时候那边一叠钱回来，那可以教我吗？我也想。我告诉你怎么玩，OK？ 好，好啦，今天我们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很期待。哎，还没有到这边，还没有到这边，还没结束。饭团有没有在打折？还是现在有什么东西打折？其实我都没有看过一次价钱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买吃的东西会看价钱吗？不太看。对啊，就是你要喝豆浆，你就买豆浆啦，对啊。买2盒，20块。哎，货出去了啊！买一个预饭，300块减50元，剩250了，还有4天要活，还有4天。嗯，忍痛，因为第一天嘛，难免我没有准备，明天开始就给你们看好看的。好，我们就等着看好看的。今天是7月5号，
2:20。那我刚刚在播的时候呢，我就跟观众赌博，然后呢，就赌这50块 ，OK？ 来，试试，小姐驾到，通通给我闪开！我再赌一个，用50跟你赌，我先选，我选史诗。名门后裔，寒门小。哦，赌书社会摇哦。啊，好。奥特曼，读社会摇，打怪兽，打怪兽，读社会摇，买个表，读社会摇，小蛮腰，读社会摇。我是送杰西卡，不是送你。那就可以换50回来了、啊，应该是对吧？我希望猛将看到这一段不要吐血。呸！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干飘摇。啊，我选传说，神将风云录，开个传说给我。嘿！哇！首先啊，我要感谢这个我的观众啊，赢了300块回来，说我现在500块。我们现在要去我们家楼下。然后我们要去找人，看看我能用什么方式拿到一餐，这样我就可以再省一餐的钱了。出发，我们大楼里面就有餐厅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看大楼餐厅最便宜的东西多少。Hello， 你好，我现在在做这个一个礼拜只用300块吃饭大挑战，我可以就是教你们一句英文，然后赚取。就是一点点金钱的费用吗？从你们的口袋自己拿出来。我可以。真的吗？可以。10块也可以。10块我可是可以吃一个茶叶蛋。你们知道我很饿的英文怎么讲 ？I am hungry。我现在给你们进阶版。我们直接说 I'm starving。浮夸起来，每次饿一点就说自己要饿死了，这样知道吗？我可以打赏吗？太多了吧。啊，你会很饿哎、欸。啊，你人很好哎、欸。可是他有男朋友，是不是很正？没有男朋友，我钱包是。你分手了吗？我分手了。可以问一下分手原因吗？我是被不要的。你是被不要的？我是。你很多哎、欸。100块就给你100块。你们这样太多了。猛将，我不知道你是猛将还是手下败将。太 easy 了。那我要一个红烧牛肉面，我点一份调理包。OK。然后我再点一份培根里脊丹麦吐司。60块加上150就是210。你看，刚刚出来接优博，有地瓜球，好想吃地瓜球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有490块，35应该是可以吧？好啦，入吃了。我现在在做一个一周大挑战，请问地瓜球可以算便宜一点吗？真假？老板说要请我吃啊！35元可以算20元啊！啊，这么好，还给我大的。对。嗯，感觉吃完好像又饱了。啊，谁说300块很可怜？没有，不一定很可怜啊，你也可以吃很好啊。对啊，可是那是我的自己一开始的想象，说完了可能要很拮据这样，然后我半夜3点睡不着，我还录下来。就我做这个挑战，发现自己身上一周如果只有300块的话，人整个会有点焦虑，这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。怎么办呢？好，今天是礼拜三，12:35。请开，不要吓到我跟你们说啦。这300是原本的300块。哦，等一下，那这170是哪里来的？我生出来的。我会去教学英文，然后你去打工哦。嗯，我开台之后拔掉。所以我们经过了2天，变成470块。为什么给你300，你可以吃这么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呢吃了一半的牛肉面，但是我已经很饱了。就是面量还是蛮多的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没办法吃完，就把它留在晚上吃。那我们决定要帮你多增加一些条件，不然的话你太轻松了。你们是就想要我痛苦？不是，我们想要看你挑战。你可以去求助，但是你只能求助陌生人。我们之前第一天拍的时候，我已经求助你，你跟他骂了，那个应该好，就这一条可以通融。对，然后第二条增加的规定是，不可以再增加你的费用了，你就只剩下这470块可以用。我绰绰有余，煮饭煮起来，小厨娘。
OK， 我们现在微波好，微波好刚刚中午吃一半的牛肉面，现在要把它吃完当晚餐喽。今天是第几天了？今天第四天。第四天，走投无路了。走投无路了，只好来阿妈家。今天是7月7号12:09，看一下。带便当回去的。哇哇！我第一次看到你还带便当。第一次吗？认识那么久，第一次。开饭。好，来看 看。下一个就是妮妮跟阿妈，两个人600块。我买20块的米粉。加一罐菜，啊有盐盐啦、胡椒粉啦、辣辣的，按煎的就当做一餐啦、啊。这个是中午从妮妮口家阿妈煮的搬回来的便当，噔噔，非常的丰盛。我现在来吃晚餐喽，吃个小松菜好了。这个155吗？我买一个圆圈圈的鲑鱼多少钱？240，先放上去。那个，我们就撒一点像是孜然，有墨西哥的风味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好啊，等等，蔬菜，串头丢进去，等一下我会把它放在这个碗里面，然后这个这鱼就留到晚上去吃。好的，各位，但是我们的7:03，这就是我挖了一点点的鲑鱼，然后剩下的青菜，然后还有一点点的饭。我们大挑战就还剩下75块，总共，所以这样应该可以算大成功了吧？大成功！恭喜你完成了立功的挑战。这一周这样子300元餐费的挑战，对你来说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世界？价钱这个东西，我实在是太不上心了。吃方面，因为小时候妈妈就跟我说，吃就是要吃得好。那这样子经过一次的挑战之后，你有没有期待下一次是什么样的挑战，而且是谁来挑战？我还是蛮想看到妮妮跟阿嬷双人组合。那一天阿嬷是很有料哦，阿嬷很有料哦。对，那这边要跟大家预告一个东西哦，就是我8月底快底的时候要回香港一个月，然后拍一些 vlog 给大家看。我要拍 vlog， 你不要吵，你要被我抛弃一个月。现在大家看到这支影片，下面有什么建议的话呢，也可以跟我们讲说，你最喜欢哪里啊，或者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筛选一下。这周怎么活的计划就到这边吗？我觉得是还算对我来说太简单了。没有人知道你脑袋会直接想到说把钱变多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差点就要开新公司了。我的天哪！我觉得下次我们再严格一点。好，我们再严格一点，我们把你绑住。没错啊，我如果有观众想要跟我一起挑战什么，我期待你们跟我的影片结合融合在一起。OK， 下面留言给我。大家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